为逢的他，双腿好似摩打，扭波踢波顶呱呱，有嘴巴叫到赞他，伸手最堪夸，伸手最堪夸，小子最可嘉，小不羁不忍，练一练真功夫冇巴架，踢得好夸啦啦，活力拼劲加两把，射波招式创新，一丝不会差，攻啊攻，快抢攻，射下射射他吧，穿梭对手之间，独有脚法像幻沙，欢呼声已赞美出于他的脚下，攻啊攻，快抢攻，射下射射他吧，扭得好，踢得鬼马，可称八字有他。哇，原来又是低角度啊！不是啊，又是低波啊！正负啊！地球啊！T 位，睇住啦，呢一球就是我哋决定胜负嘅时候啦！嘿！你射低波，我都有办法对付的。嘿！超威就用龙门柱跳起。系啦！哎呀！两个人同时向住个波飞过去。啊！睇我哋个通道可唔可以整到个波咧？我今次直入噶。可恶啊！嘿！估唔到超威用双重跳法啦。首先借助龙门柱助力，喺地面坐跳。啊！啊！跟住超威做个波顶出去啦。巴伦顿得唔到分。智慧用双重跳法将个两兄弟的弹跳射球破了啊！弹跳射球不可以再用的了，玉姐，交个波俾我哋啊！巴伦顿队员玉姐将个波交俾师傅，今日睇情形，佢哋唔可以再用弹跳射球噶啦，又出第二种新招，个大哥将个波踢你，嚟啦我哥！政府踢起个波，黄波下过去，佢哋做乜嘢？弹跳射球，因为要用好大嘅脚力，所以唔可以用好多次。为咗咁样，我哋就要秘密练习一种后备射球。虽然同大智慧嘅冲力射球一样，仲未练得成熟，不过我哋有信心一定成功嘅。等我哋做一次，证明佢嘅威力啦！同冲力射球系一样嘅。扑过嚟龙门，但系波只有一个。好啦，我就用我嘅身嚟挡住佢啦。啊！个波撞到身前个波头，不过仲未有前冲啊！好嘢，弊啦，可恶啊！点可以俾佢哋抢到分噶？梁仔只有扑过嚟拦住啦。梁仔，交俾你啦。啊！犀利啦，梁仔。你快啲去攻击啦！咁就好啦，我知道啦，一口气反攻啦！梁姐帮佢将个波顶翻出去之后咧，超威带个波一直向对方龙门跑过去啊！冇错，咁啊啱啦，超威，你唔好唔记得，我要打赢你噶，一定要入到龙门。而家南国队反攻，超威一口气跑去对方阵地。退翻去啊！快啲退翻后啦好嘢啊，去啦，志伟！一样龙门冲过去啊！志伟队长啊！志伟用最快嘅速度跑去对方龙门啦！佢想办法跳到对方嘅拦截，然后大哥一踢将个波交俾手中卫，手中卫再交俾龙一。龙一沿住边界先接上，等个机会交波俾刺猬啦。
志伟喎，呢个系个射球嘅好机会嚟啦。哦，会唔会系冲力射球咧？用冲力射球似乎冇咩把握，而家时间无多，如果失手就对唔住娘仔啦。好啦，唔理膊头点伤，无论点样，我都要冲去龙门嘅前边嘅。估唔到此位冇射球噃，佢而家带住个波直向龙门前面冲。此位只脚啊！呢个时候，方伦敦帮有冇拦住此位啦？三个人嚟接火，此位已经冲入最后防线，前方后卫系三个人。或者娘仔的，到底边个会快啲咧？睇住条线快咗一步啊！而家龙门有冇人帮手？但系巴伦敦两兄弟咧，用一飞冲天去挡住呢个波啦！得咗啦！咩话？截到噶啦！大智慧真系犀利啊！巴伦敦真系好可惜啊，喺紧张关头失败咗。大智慧你真系叻啊，咁都推射入龙门，你只脚有冇事啊？膊头都俾人撞亲添啊！不愧系队长，喺危急时候作出最快嘅决定喎、啊。唉，智慧夹硬嚟嘅，唉，咁样搞法，个膊头又要医过至得啦。佢两弟唔可以再用弹跳射球，输赢已经成定局噶啦。到而家巴伦敦都冇放弃比赛，佢哋嘅啦啦队同军一样，不过剩翻冇几个时间噶啦。吓，仲有一分钟噶，即管嚟啊！因为南国队领先一球，大国嘅心都定咗好多，所以精神奕奕。虽然巴伦敦而家攞到波啊，但系唔可以再用弹跳射球，所以冇能力攻击南国啦。校正吹鸡，比赛结束。南国队终于得到参加准决赛的机会啦！南国队，南国队，好嘢！今日要争夺战啦！巴伦队想打赢过其他球队，可以凭借喺南国队手中。南国队系曾经夺得全国大赛冠军嘅优胜球队，巴伦队能够同佢哋战斗到咁嘅地步，实在唔容易嘅。真的估不到戴志伟咁犀利，不过点都好啦，我希望你一定要打到决赛，因为到时我一定会打低你嘅。现场的观众不断咁欢呼喝彩，呢场比赛真系好似决赛战一样咁精彩啊！哦，啊，小志强，系你啊，重山。你都唔听话嘅，我已经吩咐过你，叫你唔好撞亲膊头噶啦嘛。你一样系乱嚟嘅。医生啊，打波实会有撞亲噶啦。哎呀，阿志伟你点样啊？志伟啊，你痛唔痛啊？医生啊，小心啲啊，唔好夹硬嚟啊。唔使担心嘅，我唔怕痛嘅。啊，激死人啊！我都一样有受伤啊，点解净系挂住大志伟都有嘅啊？啊，真系、啊，唔记得咗你添。哦，大智慧，你个膊头点样啊？系你哋两个啊？我都唔知点样讲至好啊！对唔住啊，为咗救我先会整亲你噶咋？唔紧要嘅，你都估唔到我会有事噶嘛？
而家仲要麻烦你嚟专程睇我添，多谢。吓，我嚟探你系好应该嘅。放心啦，智慧身体同人唔同噶，佢体质好强噶，唔使为佢担心噶，知嘛？啊，梁仔，讲起上嚟，你都有因公受伤噃。系啊，我都伤得好严重噶，但大家一直都唔关心我都有功。你嘅情形啊，就算扎到满头绷带啊，都唔会令人感觉到你受伤噶啦。系哇，你哋唔关心我就啩吓。小志强，原来你唔系受咗伤嘅。正如你所讲，我非常之精神啊。咁样，你点解唔去参加比赛啊？呢件事根本同你冇关系啊！点会话冇关系啊？我哋富良野队准备要打赢南国队，同时喺决赛中要打低东方队啊！你想讲嘅就系咁多啫，系咪啊？好啦，咁你哋就继续努力把啦。小志强，但系啊，系咁先啦。小志强，虽然我系唔知道你发生咗咩事，喺决赛嗰阵你要参加，就算我哋打赢咗东方队啊，你唔出场咁就冇意思啦。你唔快啲就唔等你噶啦吓！真系啊，偏偏呢个时候就唔见人啊！唔好咁嘈啦，唔通你哋等女仔一阵间嘅耐性都冇咩？吓、啊，小志强，嘿、hey, ，大头妹啊，你几好啊嘛？大刺猬佢有冇事啊？正话喺比赛度，佢好似撞亲膊头咁噃。哦，系啊，佢系撞亲下嘅啫，已经冇咩事噶啦。你话佢冇咩事，系咪帮佢瞒住唔肯讲出嚟啊？啊，唔系啊！一提起戴刺猬嘅事，你好似好紧张咁噃。吓、啊，我冇讲错啊嘛，但系唔知道戴刺猬佢点样谂呢吓、啊？不过呢啲事同比赛系冇关系嘅。你真系啊，小志强同学啊，我有一件事想向你道歉噶。道歉？究竟咩事啊？系咁嘅，我走嚟揾你嘅目的系想你帮我揾刺猬，劝小志强翻嚟。祖苗同学，唔知你肯唔肯帮忙咧吓？咩话？揾刺猬？冇错，只有大刺猬一个人可以劝到小志强翻嚟。如果咁样情形落去，小志强迟早会离开东方学院噶，请帮下忙啦，祖苗同学。对唔住啊，我帮唔到你啊。哦，呢件事系小志强同学同东方学院双方面嘅问题。呢排刺猬好忙，根本就冇时间去你其他球队嘅事。我记得我当时真系冇办法啦，我唯有对佢咁样讲啦。对唔住噃，其实系德仔佢自己多管闲事啫。德仔当时的心情我是很了解的，他是担心你所以才来找我的啫。我知道的。大头妹，喂，你究竟啊想我等几耐的？哎呀，他不是小志强来啊？啊，小志强，嘿，梁仔啊，看你的样子好像想挂彩上阵咁噃。够话罢口啦，小志强啊，你今日冇参加比赛，究竟有咩事啊？就算对方嘅球队唔系你个强敌啊，你哋睇小人哋啊，可能会打输都唔定噶、啊。你唔使担心嘅，同你哋打嗰阵，我一定会出场嘅。小志强同学啊，你系咪受咗伤啊？吓、啊？哦，刺猬啊，我冇咩事。冇事，咁就最好啦。我哋两队球队喺第三次全国大赛度决斗啦。你喺决赛之前要保重身体先就好啊！你唔出场，我就打得冇意思噶啦。系。呢场比赛结束啦，东方系以1-0赢咗对方嘅。
这样可以计南国之后进入八强了。东方学院由于小志强没有参加比赛，所以每次比赛呢都是处于苦战状态，但是靠德者和健威的力量，是不是可以打赢以后的比赛呢？前途好坏真的未可预料啊。看着啊，看着啊，领导是三参水。哎呀，啊，大哥，哦，小志强，你好吗？你哋两个一齐走嚟我呢一度，揾我有咩事啊？好快啲讲咯。你今日冇出赛噃？冇出赛咁又点啊？我正话听白母佢讲，你要退出东方学院嘅，到底系咪真噶吓？三参神，你想讲嘅就系呢啲嘢，仲有乜嘢嘅，好快啲讲埋啦。老实讲啊，我系有事嚟揾你嘅。你哋打败咗我哋武藏队，成为东京嘅代表队。我唔希望你哋球队因为小志强缺场而输俾一啲无名小卒嘅球队。咁样你明白未啊，小志强？系咁先啦。小志强，你翻嚟啦，请入去里面坐啦，我已经冲好茶噶啦。你哋讲完嘅，唔该你哋快脆啲走人啦。哦，你点可以咁讲？大哥啊，我哋走啦。系。睇嚟你嘅面色同埋身体都唔错，咁我就放心啦。似乎你冇受伤，能够打赢大刺猬嘅只有你一个人啫。我会期待决赛嘅来临嘅。居然有咁嘅事！虽然我唔知道你发生咗咩事，喺决赛嗰阵你要参加，就算我哋打赢咗东方队，你唔出场咁就冇意思噶啦。佢系担心你，所以先至嚟揾我嘅咋。冇事咁就最好啦，我哋两队球队喺第三次全国大赛度决斗啦。你哋打赢咗我哋武藏队，成为东京嘅代表队。我唔希望你哋球队因为小志强缺场而输俾一啲无名小卒嘅球队。咁样你明白未啊，小志强？激气啊！个个对我都咁担心，简直系多余啦。无论总监怎样讲都好，我们大家其实很需要你的。总监方面我们会说服他的了。所以你不要自暴自弃回到东方了。没错了，相信你都不会忘记我们为了打倒南国忍受无数艰苦的练习的。我想总监迟早一定会了解的。嘿好嘢啊，健威伤心接住了我。怎会这样呢？好嘢啊，健威。来，特仔，睇住，嘿！而家电话咧，将个波抌咗出去。东方学院对小西中学呢场球赛当中啊，东方主将小志强都冇出场嘅，对佢哋当然不利啦。但系喺防守方面有电话喺度，就好似同场战力咁坚固啊。同队长一样，我哋嘅对手系南国，我而家唔会随便输一球嘅。本来队长会喺今次大赛中创出新嘅纪录嘅。三年連仲得分最多，根本冇人可以做得到啊！本来佢对今次嘅大赛系满怀希望嘅。嘿，我知佢内心冇谂住攞荣誉，只系想同南国队一战嘅啫。喺小志强同学未翻嚟之前，我哋系绝对可以输噶。睇住你啊！我一定会出场的，而且一定要打赢给你们看。
强哥哥。队长，小志强，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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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总监，今日系咪我又坐喺度唔俾我打？真系估唔到啦，你同以前一样，仍然系咁任性啊！不过我希望你坐翻呢张凳度做个挂名球员，出赛就冇你份啦。你想东方队打赢嘅，就应该俾我出场先啱。如果想打赢就应该俾我出场。让野火原谅我吧，我满有信心，没苦恼的无惧怕，青春的火花，让我心向你跳吧，跳跃似火花，跨出每步怀自信，不空口讲话。啊啊啊！不开心永不想给，快些快些踢波吧。